现在手上有什么东西啊？等一会儿老师每人一朵发给你们，你们更喜欢哪一个小老师，你们就把这个花送给哪个小老师，好不好？肯定女孩子全到你那去，全送你啊。不能都一样的，能随他们。我知道，因为他每次都跟着他。没人给我吗？我一个都没有。哎，终于有一个了。牛奶味。我你要不要？牛奶味。我比你多。耶，我有三个。请问安老师一共有多少朵花呀？十一朵，非常好。来，请李老师来数一下。只有三个。这些花又没用，送给你，送给你。